粉丝提问，为什么经典模式不上线并联弹匣？在暗夜危机中早就加入了并联弹匣，那么为什么经典模式迟迟不加入呢？这些原因有两个，一，太强了。并联弹匣你可以理解成两个弹匣绑在一起，可以一起插在枪上使用，因此它的弹容量就变成双倍的。例如步枪普遍都是30发弹容量的，用了并联弹匣之后就变成了60发，弹容量会比现在的扩容弹匣还要多很多。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了，能装并联弹匣的武器就会太强了，而不能装的武器就太弱了，会造成武器失去平衡。大家都去选择能装并联弹匣的枪，这并不是光子想看到的。为什么暗夜危机会加入呢？那是因为暗夜危机主要是打丧尸的，加入之后玩家的游戏体验会变好，但经典模式就不能加了，因为太强会导致失衡。二，段友没加入。虽然和平精英决定走出自己的路，上线了原创武器 ACVL， 还有很多新模式、新活动等等，可是和平精英经典模式的所有配件都是根据段友来加入的，而段友就从没上线过并联弹匣，所以和平精英经典模式自然就不会加了。所以想加什么新配件，还是先看段友吧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